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宪。这条大青龙啊，之前抓它的时候咬过我哈，这头猪用佛山乌鹰腿踢过我，被我给宰了。我们今天一条龙，一根猪腿，就是用这个龙珠来打破身后这个100米长的这个长坑。哇，这个猪腿我们剁不开啊，直接就一整根给它去吧。好。大青龙，大猪腿，简称龙珠。我们今天这个是龙珠啊，我们对着龙珠许下心愿，希望我们下次过来抽竿之后，鱼获多多，大丰收。进去吧。哦，鱼获多多，回家了。我现在已经登岛了，开船开了2个小时。终于到达这个100米长的海峡坑了。这个水坑的话，只有天王大草努力16、17、18才可以抽啊。废话不说了，我们就把抽水机放在这边。满头大汗。这水坑是我们近期以来抽过的最长的水坑，下很多大石头啊。这种有石头缝的水坑是我们比较喜欢的。机器一响，黄金万两，生哥，我们开始捞黄金了。抽不干了，不抽了，就这样抓吧，看一下有没有货。带上我的赚钱工具，开始我们寻宝之旅。环顾四周。看看有没有，那个有一条大鱼，哇，那条鱼游得好欢快活泼啊！哇，你原形毕露了！哇，好大，2-3斤啊！哎呦，进去，看看这里还有没有？喂，有货有货，你看，被我逼到角落了。黑雕2-3两，哎，还有，又来一只黑雕3两，这里，哎，哇，好像有一条鱼很大吧？哎呦哎呦，后面后面，好，这条有半斤了，后面后面后面，哇，又来，惊喜不断啊！哇，有大有小。还有一只19公，你看你看，一只大了，一只小了，这小的太小了，还是上幼儿园的宝宝，我们不要了。就是，哇，这条红骨鱼不错，亲个嘴，是，哦呦呦呦呦，哎呦呦呦呦呦呦，哇，没了，哇，弯弓射大雕，这条大雕有个1斤了，扔。哇，小鲈鱼啊，好小啊，这个还没上幼儿园啊，这还在吃奶。放生放生，往前面走一走，有惊喜呀、啊！啊，有一条鱼在这边呼吸。哇呀，不止一条啊，2条，你看，哇、哦，来了，3斤多。这条海蛎有个4-5两，石头底下，你看，它正在吸收大自然的精华。哦哦，直接神龙摆尾啊！哦啊，你看我，桃子火箭弹。哎呦，你看这有个尾巴。哦哦，不要咬我！哇，大鳗鱼，有鱼都在石头缝底下，你看，看到没有？哦哦哦，一条半斤。我是不是已经在清点战利品了？哦，你看。哎呀，哎呦，还有大石斑，还有小石斑啊，下，旁边还有点小石斑，这边不是抓到了？还有，还有吗？哦，你看看，一大一小，这个是黑石斑，这个是青斑啊。哎，偷懒了，你又拿过来，生哥，相信我的命中率。不要拿到。还有还有还有，你看，大哥你看，哇，你看这边一条鱼，我扔过去啊，你点一下哈。好的。
扔进去。出来了吗？来了。我扔的还是非常的到位的哈。来了。哇、哦啊、这条石斑已经有100块钱了。哦，终究是我的，还是我的。你看，一张一合的，正在用鳃呼吸的这条什么鱼，抓到了，洗干净，这个都颜色看不清楚，不知道是海蓟还是什么鱼。哇，原来是包公鱼，有点小啊，不过有30两，我们就没收了。哟、哦，又来红骨。哇，下一把，下一把机关枪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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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你看，果然这个石头缝很值得去一探，探一下就有鱼了。哇，又是大红鱼。等一下，不要急，再抓一只出来给你看。来了，黑雕哇！哇啊，一大一小，这个有1斤，这个有3斤，大鱼带小鱼啊。在这里跑哪里去，还想跑，还想跑。哇，来的，跑不了了吧，被我抓到了。黑雕来一把。哎呀，石有公刚捡了一只，就又来一只小红。哇，这水的话已经涨潮了，我们现在能抓多少上多少。哎呦，又来一只。今天是台湾天刚刚过后的第一天啊，台湾天过后鱼还是挺多的。你看，对哦，1条、2条、3条、4条，哇，5条大红鱼，海蓟就数不胜数了。2、4、6、8，海蓟上双，还有石斑、青斑、鳗鱼。大青鱼，今天还是抓得非常的酣畅淋漓，很痛快啊！今天这个鱼货全部被捆是1500包坑了。台风天过后抓了这么多，至少值个1600还是有的哈，粉丝还是小赚一笔的。做法非常简单，这已经是调过味的大黄鱼，把油烧了放到锅里面煎，不用加任何的调味料。这个黄黄的，你看，肉质呈蒜瓣状，很好吃的，不用放任何的调味料。那今天视频先到这边啊，喜欢这样的加个关注，点个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